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。现如今，随着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，各大车型和布局设计也是层出不穷。当然，最奇葩的当属这款将备胎放置在车底下的纳智捷大七 SUV 了。纳智捷大七 SUV 隶属于东风御龙旗下，是一款 SUV 级车型。它的外观偏于中规中矩的风格，车身尺寸上长、宽、高可达4800毫米、1930毫米、1760毫米，轴距也有2910毫米，所以车内空间和后备箱空间都十分充裕，能够提升乘车人员的体验感。内饰方面，总体风格低调轻奢，整体色调采用的是双色或者纯黑色系。具体配置上安有高清晰度的大尺寸中控液晶屏，方向盘采用的是四幅式设计，同时还集成了蓝牙电话、巡航、音响等等的快捷按钮，非常便于操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非常醒目的立体式仪表盘，能够发光，始于黑暗环境下的读取数值。在动力方面，纳智捷大七 SUV 搭载的是排量2.2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并辅助以5AT 自动变速箱，动力强劲。它的功率最高可达131千瓦，每分钟转速5200转，扭矩峰值也能够达275牛米。同时，为追求轻量化和散热快的优点，它的引擎使用的是铝合金钢体材质，所以它的重量相比同级车引擎比较低，只有135千克。这款车目前市场定价介于17.98万到29.3万之间，从整体上看，不失为一款性价比不错的好车。不过，它最令人感到不解和奇葩的地方在于它备胎的安放位置，居然在车底。就连开了纳智捷大七 SUV 5年的老师傅也表示，翻车以后才知道这辆车原来有备胎。